FanPiece 港超聯頻道即將開羅。 FanPiece 是一個擁有過百萬讀者的開放式網上雜誌，當中最受歡迎的球迷世界在 Facebook 有超過24萬位支持者。 FanPiece 今季將會同足總合作開設港超聯頻道，除了有球會新聞和球迷文章分享之外，更加有獨家搞笑影片和大家輕鬆踩入港超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梦想晋级的朱兆基。今年我们会在港超联的角逐，如果大家想知道我们的多一点消息，可以上 FanPiece 这个网站。大家好，我是元朗的曾超达。如果大家想在新一年度留意多一点元朗队的消息，可以留意 FanPiece 的今年的港超联专页。Hello， 我是港超联南区足球队的球员夏志明，14号。我希望大家多一点留意 FanPiece， 可以跟进我们南区最新的消息。